背上的鱼啊，要画出啊，它的肚比螳螂的肚啊，螳螂肚呢也是比较大的。那比海鹰要大气。那比的体，哎，画出来。它有两个触须。它的鱼，哎，可以用枯鳖，可以用枯鳖。好，我们先画出它的哎下部的肚。胸前啊，眼睛也有点做黄。